嗨，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今天是10月16号，今天是10月16号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有实体课程。那实体课程会教怎么样增加 Line at 和电子报的名单。那如果课后时间充足的话呢，就可以自由提问。那晚上上课是6点到9点钟，时间是3个钟头。那只要付场地费用300块啊，但是是只限懒人包的学员报名哈。因为这个网页其实我没有曝光在很明显的位置，结果还是有人搜寻到这个网页哈。这个 SEO 实在是太恐怖了哈。就搜寻到之后，他说他来上课，可是他又不是我们懒人包学员哈。那目前懒人包学员就是只要你加入懒人包的学员专区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懒人包系列的课程。那懒人包系列的课程是包含这个哦。这是网络型懒人包系列的课程，那么网站架设跟会员机制，还有入门的脸书广告教学，怎么去登脸书广告吸引陌生客户，然后收集这些陌生客户的名单，当做 follow up 跟进客户的工具，然后加入 line at 的粉丝，然后利用 line at 跟客户沟通，然后再从这个线上收款的系统让客户可以直接去下单，然后你就可以在网络上收款。这是懒人包系列的课程。然后呢，今天是我们是一个月在台北上课，一个月在桃园上课，这样轮流齁。那如果你还不是懒人包学员，想要来上这个课的话，你就点这边齁，就可以去购买懒人包，加入懒人包的学员。那这个是终身有效齁，我目前，但是我们有名额啦齁，名额。但这个名额到我的 LINE 的群组齁，就是200个人。一个群200个人满了之后，已经快要满了嘛，之前有讲过。那满了之后呢，就不再招收这种终身的会员齁。那终身会员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每个月都可以来上课啊，只要300块就好了。除了这个线上课程之外齁，每个月都可以来上实体课。那这像这个是上次我们在台北的实体课的照片。那这个今天是我们刚好是在桃园齁，大同路11号6楼，就是在这个车站，我都挑在车站附近哈，有跟他们长期配合哈，之后会跟他们长期配合。这是一个蛮有名的那个大侠摄影的教室哈，专门在教摄影的他们的教室，所以呢，投影机的解析度相当好，因为他们教摄影的，所以照片要很漂亮，投影在电脑萤幕上嘛。好，就在桃园车站附近，然后来的同学哈，都是带那个 notebook 还有智慧型手机哈。啊，拜托不要拿 iPad 来做网站哦，会昏倒哦，你会昏倒，我也会昏倒。你要用笔电来做网站哦，或者是在家里用桌上型电脑。然后上台准备一分钟自我介绍。好，那课后呢？课后我都会有请各位哈去做一个问卷调查。那问卷调查什么东西呢？哈，上次有做问卷调查哈，就是你想要学到哪些课程啊？然后包含你当天收获是什么，那我这边列出大概每个人的那个心得啦。好，那有人说收集名单工具很实用啊，增加了跟客户的联系关系啊。然后接力库的申请应用， FB 的粉丝团运用， LINE 的教学收益良多齁，希望多开一些相关的课程。啊，制作影片对形象的重要性，而且成本低，竞争少。哦，国外早已经进入此阶段，结合接力库，不错哦。那讲到重点了哈，制作影片对形象的重要性哦。好，然后这个学员是讲我们形象流程，他发现了一些流程的货的那个实际操作心得。啊，实际操作加深印象，针对名片管理流程也更深的认识哦。不错哦。啊，学到很多网页制作、经营 Light， 然后有入门。很 happy 齁，因为其实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啊，有的人收获很多，有的人可能他之前就学的比较多齁。那看这边还有人讲会不会制作短网址教学 ,LINE@ 管理后台，手机版 ,PC 版都有齁，然后剪辑测录软体，网络手机同步齁，这个其实没有在线上课程里面啊，可是有的就刚好问到了就顺便讲一下齁，所以来参加实体课程也有一些好处啦。然后还有学员是讲宣传页面怎么制作啊，老师上课生动丰富，学很多新知也不错。对，因为我们上课我比较会开玩笑。
对，好，不要太严肃，上课我不喜欢太严肃啊，很认真，但是我是很认真的啦，齁，没错，很用心认真的流程，直接用赞来形容，谢谢老师，嗯，不错。好，然后还有人说，LINE 的加入、影音截图软体的应用、Web 的编辑、网络行销的概念，哎，不错哦，这看起来应该比较像初学者的心得，很棒。我都有先看影片再来上课，吸收非常快，所以大概都能了解。哎，这是重点哦，这是重点哦。很多很多学生在家里都不看影片哦，然后来上课都想说，哎，来上课的时候再听就好了。可是来上课就只有三个钟头啊。那、你在家里如果没有先预习的话，来这边你要马上就了解的话，会吸收能力会比较差哦。这跟我们在学生时代一样嘛。你如果课前预习，然后老师讲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听懂老师在讲什么。那最后你再复习一次，你就几乎完全了解了哦。这是做学问基本态度。那态度好的人呢，就像这样子哦，先看完，然后再来上课，那他理解的程度就比别人更深入哦。这是学习的重点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大概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些回馈啦。那我们每次上课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一点体会。好，那真的线上课程，其实线上课程已经讲很多东西了，可是你没有整个打通它的融会贯通的那些方法的话，那你会觉得诶，学完了很多，好像学很多东西，可是不晓得怎么样用上哦，那我就欢迎你来实体课，再更加深一下。你可能在家里懒得去做，那你至少实体课的时候，你带电脑来，哦，跟着操作，那跟大家互相认识一下。那这次呢比较有趣哦，这次我也要带台我的相机去哦。那带相机去做什么嘞？就是我会帮大家拍一张独照哦，而且是用那个单眼相机去帮大家拍。单眼相机拍出的结果是怎样？就像这样子哦。就是背景会大模糊，然后人很清楚齁，所以拍起来还女生拍起来蛮漂亮的，那男生拍起来会蛮帅的齁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晚上的时候就晚上六点到九点时间呢，就有报名的同学呢就开始上课咯。那现在你收到的这个讯息呢应该是晚上八点啦，所以你也不要中途跑来啦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，因为九点我们就下课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有报名的话呢，就记得，如果你想报名，可是你还不是懒人报学，那很抱歉，我们一定要先成为懒人报学，你才有这个终身的资格，好，来上这个课，来一次只要300块。好，那我们在10月20号呢，就会推出，哦，在10月20号就会推出懒人包再加影片行销课程齁，再讲一次哦，懒人包再加上影片行销课程齁。那懒人包的课程呢，懒人包的课程是定价29800，那目前呢已经访客人数已经到29000了齁，所以呢你的价格呢齁不会低于这个价格，会低于一点点这个价格啦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取得最低优惠价齁。那原价29800，再加上影片行销课程预购价哈，因为明年1月1号会正式上市，目前已经在制作中，所以29800加25000等于54800块，54800块。那我们在特惠期间将在10月20号的时候发售，开放5天来发售，那只卖38000哈，只卖38000，而且还分30期零利率哈。那我算过了，等于是算给你看好了哈，对，38000块。除以30期30个月嘛，再除以每天算30天嘛，等于一天只要花你42块，一杯咖啡的钱不到。一天花42块，你可以改变你的一生。好，一天花42块，少喝一杯咖啡，充实自己的脑袋，学习一技之长。那我们离开卖时间呢，剩下4天7小时。好，就是20号会开始卖哈，连续卖5天。那我们这个连结就关闭了。那现在不能，现在没办法买，好像没办法点，因为从20号才开始卖。那之后也可以买啦，只是说你离开这5天的时间就是54800嘛。哦，那目前特价就是38000，两个课哦，就是网络行销懒人包再加上预购影片行销的课程哈，两个课程合起来。那如果你要
用30期零利率的话呢，哦哟，凯基24期其他资源的包含玉山、台新、澳银、一银、台企、渣打、永丰、中信，哦，这几家银行信用卡都可以分到30期零利率，哦，所以你每天只要花42块，那两年半的时间慢慢付，没有负担，哦，两年半你还学不好，那就真的是，好，不讲了哈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反正每个月都有一堂实体课程嘛，那你有空就来上。两年半，你再不学好，那真是太偷懒了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要去上课了，拜拜。